先跟着海苔哥哥来够够身体，让你的身体暖和一下。首先看海苔哥哥。好，一样，我们头转过去。小朋友，赶快站起来，跟我们动动身体喽。好，谁的屁股还粘在椅子上呢？啊，就是你。好，赶快换另外一边。嘿，哇，胖虎姐姐还是很漂亮。谢谢夸奖，你是说我背面比正面漂亮吗？是你说的耶。看天花板。好，看地上。头转一圈，好哦，相信这个动作呢，小朋友已经不陌生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每一集呢都是从头开始暖身哦，而且有看爱运动的小朋友在家也都会自己做头头的暖身哦。没有错，因为海苔哥哥总是说啊，我们的脖子的关节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，一定要暖和暖和。好，好，最后一圈，最后一圈。很好，来手打开，好，我们画一个很大很大的圆，到天空。好，当你放下来的时候，请你呼一下，呼，哎，很棒，再一次，打开，很高很高，我要听到声音哦，一起来，呼，好，再一次，吸气，好，我们听听看男生的声音，预备，气，呼，很好，胖虎姐姐继续维持哦，换女生来，很高很高很高，听听看女生的声音，呼。 哇，都很大声，好，大家一起来最后一次，预备 ，Go， 很好，来手打肩膀，好，像小天使一样往后转，哦，哎，因为这个呢，天使勾勾我们有小天使，对，这就是天使的翅膀，哦，小小的翅膀哦，哎，很好，动一动，我们要用小小的翅膀画出大大的圆，哎，很好，那现在往前，往前，对，天使的翅膀往前飞喽。 很好，最后三个。好，慢慢飞没有关系。两个，最后一个喽。好，两只手放在胸前。好，转过去。转过去看到后面的好朋友。哎，很好，换另外一边转过去。喊另外一边转过去。哦，是谁跟你一起在运动呢？是胖虎姐姐还有海苔哥哥。哎，那爸爸妈妈要不要一起动一动啊？要啊，而且胖虎姐姐再次提醒小朋友。是。 海苔哥哥，快靠你！嗯，这个动作除了可以扭腰，可以变瘦之外，它还可以解除我们一个女生的困扰哦。我知道，上厕所上大号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如果你做这个动作呢，你就会新陈代谢变好，还会变漂亮，不会便秘哦。哦，很好，那会变健康吗？会变健康。哎，太好了，变健康最重要喽。没错，所以小朋友学起来，然后交给爸爸妈妈当小老师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手叉腰，手叉腰。好，又要来比赛了，来，屁股往前推，画一个大大的圆。哦，哦，胖虎姐姐，你看。
你看那个小男生，哪一个哪一个？哦，好厉害哦！你看他的屁股转的好大圈 哦，很好很好，再大圈一点。哎，小女生不要输给他们了，加油！哦，没有，我看到女生很强哎，很好，一点都不输给男生，好棒哦！大家了，哎，是谁还坐在地板上啊？哎呀，赶快站起来，泡芙姐姐要跟你一起跳舞了，快点站起来哦！好，好，最后一圈，最大圈，很棒，来手。摸膝盖，膝盖好，蹲一下，蹲下去，伸起来，站起来，蹲下去，蹲下去，伸起来，站起来，最后两个蹲，伸直，蹲，伸直，哎，很好，最后跑步五秒钟，预备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吸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呼，蹬蹬蹬蹬。泡芙姐姐又要变身了，拿出我的小粉红，拿出你的小粉红 ，Go Go Go Go， 准备交动作。哎，还没还没，今天我也有一个小巧思要送给你。什么东西？你猜猜看。哎呦，还哥哥最无聊了，他每次都送我蝴蝶结，我都太习惯了。才不会，你看，这样讲我转转转转转，然后把你这个圈圈打起来，你看。好酷哦，感觉我变得很厉害耶。当然了，很厉害吧。那今天泡芙姐姐要来教比较辛苦的动作，考考你我是谁。厉害的泡芙姐姐。现在我要教你跳跳跳，手手叉腰。我的手手会叉腰，跳过去，很好。跳过来，我跳过去。跳过去，我跳过去，我跳过来，我跳过来，我跳前面，跳前面，我跳后面，跳后面，我跳前面。哎，泡芙姐姐，这个跳后面，小朋友会不会跌倒啊？不会，小朋友要自己抓好重心哦。哎，抓好重心，要蹲下去吗？跳过去，要蹲下去，好，跳过去，跳过去，跳过去，蹲一下。好，跳过来，跳过来，蹲一下。准备哦，我要加上手手。好，跳两下，哎，跳。跳的时候手手往上，哦，手手往上推，嘿嘿嘿，有没有很像参加演唱会？哦，有，很欢乐，非常好。旁边啊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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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如果你来到我们 MOMO 的签唱会，你就可以做这个动作哦。嘿嘿嘿，那一定要黑吗？哎，不可以其他颜色吗？那不然白好了，白白白，换边，白红红，换边，哎，紫紫紫。好，重点是小朋友的手要跟着我们动一动，对不对？好，非常好，小朋友学会这个跳的动作，哎，很简单。那这个是双脚跳还是双单脚跳？两只脚一起跳，这样子跳。这是双脚，双脚跳。现在我要教你单脚，单脚，哎，端腰，哦，一只脚，端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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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前，端腰往后。好，手手抬起来，我手还要加上手。对，我现在要来喽，一，一，倒，倒，二，二。倒倒三倒倒四倒，准备哦，一倒二倒三倒，很像不倒翁哎，没错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小朋友不倒翁会不会跌倒？不倒，所以你们也不要，你们不要跌倒哦。好，海泰哥哥，你会做了对不对？我会做了。我要来考考你喽，考什么？很难哦，所以我要请你们靠近海泰哥哥一点，来靠近来，再近一点，你可以再靠近一点，没关系。再近来一点，再近一点，再来一点。好，准备喽。很好，海哥哥，你每一个倒都要做一个不一样的表情。好，准备好了。准备喽。嗯，预备，一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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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海泰哥哥，你非常厉害。现在是表情大考验就对了。对，这个动作告诉我们呢，除了身体可以运动到，其实我们脸也可以运动到哦。哎，很好，小朋友跟着一起做。准备，倒一倒。我要把两个动作加在一起。好，两个动作。好，先休息一下，走路。走路。你们记得第一个是双脚跳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第二个是单脚的倒倒倒。哎，还要做表情哦。没错，准备一起来走，四三二一换四，要记得推四下哦。二一换四，三二一换，准备变成单脚跳。前倒倒倒，前倒后倒。小朋友，你们的表情呢？哦哦，又很丰富哦。啊，呜呀，呜嘿，好，准备变得更快，哎，跳跳跳跳跳，小朋友加油！一只脚一只脚的动起来。八个，八七，结束，加油加油！三二一，走路。哦。
小朋友很棒，我都没有看到你们跌倒。嗯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嗯，今天的动作呢，练习的都是我们的体力。哦，没有错，小朋友很喘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开始调整呼吸了。没错，吸气，吸气。哦，小朋友现在体力都很好哦。吐气。可是要记得，做完这种心肺的动作的时候，吸气，一定要缓和你的呼吸。没错。这样子呢，吐气，你才不会受伤哦。最后一次，深呼吸。吸气。吐气，好，吐气。最后一次，我们一起画一个大圆圈。哇，果然有调整呼吸，一点都不累了。最后一次，大口吐气。哦，好，吐气，非常好。海苔哥哥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运动让你流了很多汗呢？没有错，就是爱运动，就是要让你大流汗。那我们下一次要跟着我们一起做运动，拜拜。每天都跟我们一起流汗哦。会。